谁踩了我的甜筒？
师弟，铁拳的功夫进步不小啊。铁拳怎么能练得过师兄呢？铁拳练得再好又能怎样？在铁腿门只是入门功夫，师父他老人家还好吗？还有没有恨我？你还恨师父吗？这次师父和我一起来的。绝不留几名狗道之辈，你走吧。师父，我是真心想练铁腿功。不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不配？难道武林配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！先生，出了点意外。对背叛者，既要赶尽，还要杀绝。对不起，严禁携带武器进入。请。师弟，师兄的保镖集团，个个精兵强将，就差你了啊。大哥，李总已经到了。你手下只有这些人才吗？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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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想要这个人。师弟，我知道你的功夫现在练得不错，但现在世界不一样了，你出去以后遇到事情一定要向我汇报，不可擅作主张。还记得铁腿门的祖训吗？护卫者忠于其主，以命相守。那我走了。师弟，你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了吗？没有啊。好，去吧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你吗？因为我救过你。这只是一个方面，最重要的是你的背景够简单。哥哥陪你玩玩啊。据警察说，无论他给你多少钱，我给你双倍，你走吧。你别逼公主我发火啊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只要我手轻轻一动的话，你就死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发起火来连我自己都害怕。你知不知道做我保镖很危险的？每天枪林弹雨，九死一生，你有几条命陪我玩啊？啊？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武当山、峨眉山、少林寺。不然我给你买张机票送你回山里。城里很危险的，回山里吧，我是为你好。你别以为你弄一个什么兰博造型，你就真以为你自己是保镖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李菲菲，冷城首富之女，1991年3月15日出生，169公分，血型 O 型，双鱼座。性格娇蛮任性，嚣张跋扈，特长无，爱好购物，购物，购物。你混蛋！对了，你的三围是32、27、35，但据刚才观察，数据略有夸张。你真的很讨厌，你知不知道？无论你讨厌我还是喜欢我，我都会24小时贴身保护你。那我洗澡你会不会跟呢？对不起，我们武林人士不提供三陪服务。你也配当保镖？连车都不会开，皮也挺保暖的。看路。你别碰我 ！Shit！ 给我站住！说你的站。
笑笑什么笑？我摸你怎么了？你给我站过来，过来。摸你怎么了？你浑身上下哪个地方不是疙瘩？我摸你怎么了？嗨，他让我打的。我不认识他。快帮忙啊！站住，臭丫头！站住！站住！你有没有同情心啊？认错我就帮你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大侠，我错了。站住！哎哎！别跑！我跟你说，今天哥几个非得要把这丫头给我办了，没你事儿啊，给我松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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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再说一次，大哥，千万别松手啊！我错了。这种级别，我对付不了。你信我了吧？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哇，这个真的是大侠。知道我为什么养这头老虎吗？人不可逆天而为呀。先生，您放心，一切都在您掌握之中。
酒放下，怎么了？酒有问题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哎呦，李小姐，我们有什么得罪的地方吗？我朋友说酒有问题。酒怎么可能有问题呢？这是你经常喝的那款啊。没有问题啊。酒过期了。 Thank you.
你怎么知道今天餐厅的服务员有问题啊？练功夫的人身上都会有一些特点，即便是他们伪装成服务员，但他们的眼神、肢体、动作都会出卖他们。放开！放下我！没想到你还有柯南的本事啊！你父亲有很多仇家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从小到大就会被各种保镖保护着，所以我最讨厌的就是保镖。但是你还不错，如果你的形象可以再改变一些，可能会更顺眼一点。客房那边有很多西装，去挑一件，就当我送给你的。我还是习惯穿自己的衣服。你怎么跟我老爸一样固执？其实你父亲还是很爱你的。你可以去练功了。你是先生这辈子最看得起的人，希望你不要让先生失望。你不用叫我怎么做，我心里有数。先生让你记住，做大事是要有牺牲的。师弟，你说人会变吗？你不是已经变了吗？因为世界变了。看到了吗？这里曾经是冷城最大的钢厂，但是很快，它将会成为保镖集团新的基地。铁腿门的护卫者精神将会从这里照耀冷城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不需要再保护李家的千金了。好。给我一个理由。你不需要问那么多，
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服从命令。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你是不是已经爱上了那个女孩？护卫者忠于其主，以命相守，这是我们护卫者的本分。你初涉江湖，未经世事，这个世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我们是兄弟，我们之间可以简单。兄弟，兄弟，你就不应该隐瞒我铁鞋的事情。师兄，别说了。师父既然已经把铁鞋传了给你，我无话可说。现在师兄就要做大事情，请你不要阻碍我。做大事就一定要牺牲别人吗？对，做大事就是要有牺牲的。从小到大，师父一直把你当成是武学奇才。今天师兄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辜负师父的期望。Malu！就是要有牺牲的。爸爸要做大事，做大事就要有牺牲。你没事吧？我爸会不会有什么危险？从现在的情况看，你才是他们的目标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要不报警吧？要抓你的人势力非常庞大，报警可能会暴露我们。现在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先隐藏好自己，等你父亲来找我们，他应该知道所有的事。
子，你以后就跟我了。跟着你有什么好处？至少以后不用和狗抢饭吃了。我知道这事你很为难，但老爷子我们真的不能得罪。喂，你这个鞋怎么那么大啊？重不重啊？50斤。美芝，你穿多久了？8年。那你打算穿一辈子吗？10年公道就可以脱了。10年？那你教我5公吧。不付费啊。心跳啊！喂，喂，醒醒！哎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你刚才都没心跳了。我的心脏长在右边。那呼吸呢？我会闭气功的。什么样的方法？辛苦你了，搜集了这么多资料。你想怎么样？你身患绝症，我不会拿你怎么样，但我会让你亲眼看着你女儿死。你不要害我女儿，有种你冲我！我佛面之所以能掌控冷城20年，是因为我敢于牺牲任何人。你杀了我！你杀了！你什么？待下去。你要是不舍得下手，我就让八面去做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你吗？你的背景够简单，如果我回不来的话，请把这个交给我的女儿。不管我的女儿有多么的任性，你都一定要保护好她。你能给我一个承诺吗？我一定会保护好她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
不想说，师父也就不分了。可一定要记住，仇恨带来的只能是仇恨。别相信那些狗屁俗面，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。大哥，在海边发现了他们。就凭你们现在的功力，还不是武林的对手。要想方法。
师兄混好了，一定回来接你和师父。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，
菲菲，你已经长大成人了，而爸爸也老了。没想到前段时间查体，我竟是肝癌晚期，没有多少日子了，所以我打算在走之前将当年害死你妈妈的凶手绳之以法，但我不希望你再卷入到这场恩怨之中。我已经替你联系好了法国的学校，爸爸希望你能够简单平静快乐地度过一生。都想见识108路吗？等我。
这里来，你就不怕死吗？做大事就是要牺牲的，不是吗？你是谁？一只被老狼遗弃的小狼。看啊！这十几年来你过得还好吗？我每天晚上都在做同一个噩梦，你也做吗？放心吧，你怎么还在冷城？现在整个黑白两道都在找你。海上的那批货怎么样了？现在上面正在查，没想到他们这么快。是我让人写的举报信。你为……那我顶啊！你干嘛出卖我老婆的？你知道我的事情太多了，我不放心把你交给警方。不行，我女儿才6岁，她不能没有妈妈。你嫂子菲菲3条命，或者嫂子的1条命。你选。大哥，沙溢和菲菲出事了，走。将自己的儿子扔下山崖，你为什么那么狠？如果我不狠，你能有这么强的武功吗？啊！我练就这身本领，就是要等这一天的到来。没想到世界这么小，可以让我这么快见到你。我隐姓埋名，改刀换面15年。开了所有的仇家，却没有躲开我们父子的宿命。既然上天安排我们父子再见面，那
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。儿子，你让老爸看看你的腿功快能快得过子弹吗？你也要背叛我？当年我让你帮我创办保镖集团，是为了弘扬我铁腿门的护卫者精神，没想到却沦为你的东厂。十几年了，我没有违背过你的意愿，就是为了报答你的一饭之恩。但当我为了你活埋我师弟的那一刻起，我对你的恩还完了。从小到大，我的理想就是练成108路。师弟，今天就让我真正的见识一下咱们铁腿门的正门绝技。武林，小心！打！打！心合作，就天下无敌了。呀！
你忘了我这个怪胎今天长得有脸了吗？好，不愧是我儿子，你比我更加狡猾。你一出生就克死了你妈妈，然后是你师父，你师兄，现在终于轮到我了。我躲避了15年，还是没有躲开你这个克星。你这种人就不应该存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杀吧，杀了我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。啊！我不会杀你，我不想成为像你一样的悲剧。我的宿命你也躲不开，总有一天你会成为像我一样的人。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。爸，我要走了。这些年都是我不好，太不懂事了。但是我已经长大了，可以照顾好自己，你们放心吧。父亲，我不会成为像你一样的人。你看见的是这个世界的黑暗，而我看见的却是这个世界的光明。
你抬走。赶紧！过，速度速度。